主料鲫鱼350克，土鸡蛋2个，辅料油、盐、姜、葱、胡椒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活鱼2条。准备材料，鱼去掉内脏和鳃，少许油，鱼两面煎微黄，倒入适量温开水，放姜、葱，熬至糖呈奶白色，鸡蛋打入碗中，鸡蛋调匀，将鱼汤舀入碗中，大约1:1的比例，调匀后放适量油、盐、胡椒粉，直接入锅蒸，10分钟时搅一下，再蒸5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熬鱼汤时不用放盐，蒸蛋羹时中途嚼食蛋羹能受热均匀，剩下的鱼汤可以放点蔬菜，煮熟后放盐和胡椒粉调味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